十六集《天下大势》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！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。哪吒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？东海敖丙找不到我，竟然打算袭击城池。哪吒，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，九思城的事情还没完呢。哈大和海妖妹还在九思城等我们，来不及了。哪吒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？哪吒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对付恶来已经不易，纣王、西岐、妖族、东海，局势紧张。今天来个敖丙，明天来个李丙，你又要如何应对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好好想想。敖丙贵为东海太子，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，是不是太过儿戏了？纣王与天妖勾结，急需钱粮，而天庭为扩充人才，似乎也有所计划。西岐、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，又与你们是近邻，博道是交通要道，勾连水路、陆路，又富有钱粮，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。那东海有天庭管辖，怎么敢做出头鸟？可能性太多了，但可以肯定，事情绝不单纯。哎呀，想溜？都给我老实点儿。纣王九思城。贺童子，你说的对，是我想简单了，你帮我再分析分析。至于他们，苍来神将容禀，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。卸下兵器，卸下兵器。去。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。龙族才流淌着王的血液，玉帝老儿，你凭什么？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。待祖龙神器炼成，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。不错，能量更加凝实了。妖妹，我快被你晃晕了。哥，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？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。或者有什么好玩的，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。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？我们得对他有信心。快看，有人来了。来了，太好了，是有人来了。哪吒呢？停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是啊，我们都回来了。他们怎么回事？哪吒呢？嘿，哈达。这俩呀，哪吒用泥巴。这是通灵毒丹，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，就得粉身碎骨。不敢，我不敢了。夜壶，把财宝运回九思城，还给百姓。两个时辰后来这汇合，交给我吧。你被这两个，你被这个。
快点！这。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。哪吒可真会安排，之前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，结果全都白送了。这也没办法，敖丙有行动了。什么？哪吒，天地间高人辈出，强者无数，你身怀异宝，更应该好好运用。我明白，救明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。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，难以掌控。确实。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。仙火强悍，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，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？对啊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为了保护大家，我必须成功。呀，哼，啊，嘿，小小身躯走出天边的地方，守护着住。哪吒静心，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。知道知道，邪念一动，粉身碎骨，要牢记我佃户大爷对你们的教诲。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，九思成会越来越好的。再会。再会。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，又要出风度了。哪吒，欲速则不达，静心呢。啰嗦。哪吒，醒醒，醒醒啊，哪吒！你拦不住我的。哪吒，去除心中魔念。敖丙，哪吒！哪吒，住手！鹤童子，哪吒杂念太多，走火入魔了。哪吒，先冷静下来，我们需要你。那留给你的。哪吒，秉持耐心和冷静，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。心中无念，忘我真火。强大的法力，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。别骄傲哦，就是你得吸取教训。鹤童子，多谢。别客气。哪吒，我还有要事要办，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，就此别过了。后会有期，我们也该上路了，
马上出发。他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。